大家好，我是墨西哥杨斌。PPGN 最后一块拼图终于补齐了。台铃工业发表了与 Gogoro 共同开发的 PPGN 全新车款 eReady Fun， 采用与铃木车 Gogoro 3相同平台，加入台铃自家风格与对车主的八大承诺，开出不含排险74,980元的价格，终于不用卖肾了。究竟值不值？站长说给你听。PPGN 联盟成立至今，于2019年6月开始依序发表了日式风格的 Yamaha EC05、小胚电车洪家腾 AI One Sport、选美冠军 PGO UR One 和最新的eReady Fun， 共用车架、马达和换电系统，能不能做出差异，就看车厂功力。不知道是 PPGN 的平台限制，还是 Gogoro 设计师整天都混在一起。从车头看去 ，eReady 头灯也是特别的可以，两颗价格不菲的鱼眼，加上环形 LED 点缀，看久了不知道像是钢铁人的反应炉、你家猫咪太空包，还是大眼仔麦克华斯基。其实台铃与 Suzuki 血浓于水，想要复刻淡淡车，求 Inoli。既然以 Go 3为基础，收不起来的脚踏当然不能缺席。价格贵了10,000，一样有 NFC 钥匙卡解除锁定，后座。加厚前座超硬，想必长城会做得更加开心。eReady Fun 还宣称马达散热效率提升23%，簧下减重15%，不仅省电，架中柱也省力。PPGN 大家都有专属智慧 App， eReady 也来换个皮，惯用手设定让你左右开工，可以个性化调整车辆，还告诉你换电站车子在哪里。eReady 抢占市场10%的大饼可不是说说而已。台铃许下八大承诺：2年不限里程保固，免费客服，24小时预约保养，修车价格透明化，保养过程防尘防刮，交车归毛最终安险，试车。还有安驾员陪骑，循环式品质管理，展金还请来大师设计。但是台铃啊，新电车品牌服务做得这么足，40几年的油车 Suzuki 是不是也能跟进一下？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大家记得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同时欢迎大家追踪站长的 IG 账号，里面有站长每天的最新动态。希望听站长讲什么主题，请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摩托车站长杨斌，我们下回见。